满城佛光园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文秀慧主持。欢迎收听满城佛光园，我文秀慧在直播室现场有我们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的辅导法师余广法师。师父吉祥，师父吉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吉祥。好，那我们今一集呢仍然提请师父帮我们讲解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会讲194页到199页的。这一集呢师父我看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字是很特别的。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解釋咧，我哋每一個文字都好似一個畫咁，佢寫出嚟啲字咧，好似係一個圖案。我成日都係咁研究，我覺得我哋啲字真係，我哋古時候嗰啲人創作嘅嗰啲文字真係好犀利啊！係啊，究竟係點樣造字嘅咧？咁啊，今日我哋題目就係人間佛教嘅語言文字。係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代表咗中國嘅語言文字。係啦。咁你刚才嘅表达，你系觉得汉字好有意思，好有意思。譬如咧，一个龟咧，就真系好似一个龟嘅，系啦，好似一个图案一个龟咁啦。然后咧，木头就好似个木字咁，系啊，即系你会睇到个字，你大概就会猜到呢个系啲乜嘢嘢嘅，系咪啊？系啊，我觉得好特别咯。咁啊，佛教系好有特别嘅意思，就系佢系从印度传到嚟中土，就系中国嘅地方。咁啊，佛教里面所有嘅语言文字。因为因应住中国的文化，它又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亦都变得是人间化的。因为语言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工具来的。文字是表达我们的意思、意见和传达我们的心声。所以在禅宗里面都有主张不立文字的。就是不要写字。那为什么呢？他说语言文字是进入了佛法的核心的。那他也是一个桥梁。但是到最后修正的时候不会用文字去束缚住你的。就反而是不立文字。所以中国的文化很神奇的地方呢，经常都会跟我们说一言可以兴邦。其实一言又可以丧邦的。所以我们讲每一句话是很容易影响了人家。或者影响了自己。如果我们说欢喜的话，那人家当然就会很高兴啦。但如果你说这些很怨恨的话那人家就马上不舒服的。所以呢，语言文字会深受很大的，即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影响。佛教运传就真的要靠文字。所以你会看到《金刚经》里面有讲到对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不及四句偈，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法对语言文字的推崇是非常之高的。讲到唐玄奘了，唐玄奘就是我们经常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其实就是唐玄奘去印度求法。他那个时候带了很多经典回来，也都因为他本身很有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亦都将很多经典变得很有内涵。大藏经里面有很多经是唐玄奘翻译的，里面都有很多经典的智慧和句语的。所以如果没有语言，人跟人之间究竟说什么呢？你会用什么来沟通呢？所以在佛教来说，语言文字是代表着历史和文化的。佛教东传以来对很多真理的解释的表达都会用到中文的那个用语，好像有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这些其实是经历了很多高僧大德他弘扬佛法用这些文字去表达的，对后代的人影响很大的。佛教的句语是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好像有一千条的成语，即系细嗰阵时候都要读成语噶嘛，咁啊，亦都系可以令到一个读书人用运用咗呢啲文字嘅方法去传道。咁啊，仲有梁启超先生，佢曾经有写过一个《佛学研究十八篇》啊，咁佢里面就提到，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经嘅翻译至少
令到中国增加了35,000个词律的，就是那些新的词语，这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咁亦都扩大了原本的意境。所以中国的文学为什么会这么优美呢？咁连平时口语都特别优美，咁啊嚟自于佛经嘅，因为佛经里面有好多语言文字，令到外国人都认识到，就觉得哇，点解中文嘅文字会咁高明嘅？就是因为里面嘅内涵啦。咁啊，《金刚经》里面都有四字词系非常之经典嘅，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咁啊，净系呢四句偈咧，我哋一听就已经完全可以明白里面嘅意思。咁啊，仲有就好似佛光普照啊、法水长流啊、四大皆空啊、五蕴非我啊，即系净系呢啲咁嘅言辞，如果用英文嚟翻译嘅话，其实你就唔知道点样翻译噶，你又唔知道点可以表达到佢，只系四个字嘅啫，但系你又表达唔到佢里面嗰个意思啊。同埋咧，佛教弘扬系依靠语言文字去传播噶，咁好似禅宗嘅成语其实好多嘅，咁好多文字就系会写不二法门、真如自性同埋八色田中、无住身心。咁啊，呢啲如果我同你咁样讲咧，我哋都有中国人嘅思想，大概都会猜到呢个系咩意思。但系如果翻译成英文嘅话咧，冇人知道意思。咁点解呢？其实呢啲言辞真系好有哲学思想嘅，因为中国嘅文化系一个好深厚嘅根基嚟嘅，所以里面嘅用语啊，除非是出生了在中土，即是好似我们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呢，其实是很难明白的。而且最重要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易经和整合。当初佛陀的弟子是因为佛陀已经入灭了，那时候所有的比丘就大家结集在一起，就希望将曾经佛陀在49年说法所有的内容全部都讲出来。咁喺呢个期间嘅时候，就结集咗三藏十二部嘅经，先能够将佛法流传到今日。咁我哋先有机会去听闻佛法嘅。咁啊，佛教初传中国嘅时候，有好多印度啊、西域嘅法师嚟到翻译。咁啊，嗰阵时唔系中国人去翻译印度嘅经典，系印度嘅法师学中文，然后就将印度文转为中文。所以你就看到，哇，以前那些法师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啊，他们居然可以译到这么多好的经典。那好像有迦叶摩腾啊、竺法兰啊、安世高啊、支娄迦叶啊、支谦啊，后面呢还有金摩罗什啊、真谛法师啊、圆庄法师啊、北空啊、义正啊，这些呢全部都是大译经家。那啊，鸠摩罗什在唐太宗的时候得到他很大的支持，所以才叫到成千的人开了个译经院。每日鸠摩罗什在一个经院那里，全部大批都是唐代的诗人啊，还有比丘啊，都是对佛学有一定很高的程度。那当时译经的方法是很特别的，就是鸠摩罗什用梵文看完所有的经典，看完之后他自己消化了，就站在经院那里，就将个文字朗诵出来，咁译经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马上翻译。所以鸠摩罗什翻译了非常多的经典，咁其中有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同埋阿弥陀经，咁呢啲经全部都是流传到今日，同埋文字是非常畅通的，亦都成为很多中国人学佛的入门。咁啊，另外又有圆庄大师啦。咁啊，圆庄大师就喺印度学识咗梵文，咁佢就要求译经就系原译。鸠摩罗什系用意译，用佢嘅意思去翻译。咁啊，圆庄大师就系用嗰个文字直译嘅，即系譬如嗰文字系你好嘛，咁你就要译翻你好嘛咁样，即系唔系用意思去译嘅。所以咧，佢嗰啲文字译起上嚟，其实有时你会觉得好巧口，就好似《药师经》，觉得有时念起上嚟唔系咁畅顺。咁啊，系因为大家嘅立场唔同，所以所翻译嘅内容都唔同嘅。咁圆庄大师亦都定立咗五种不翻译。咁啊，最重要就系唔翻译咒语。咁啊，翻译方面咧都有分旧译同埋新译嘅。咁啊，对于语言文字
要用在不是很拘泥，不是那么死板，也不可以那么执着。所以呢，翻译经典流传到今日，有每一个时代的背景和意思的。所以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和南传佛教，还有藏传的佛教，他们的语言的特色和他们的地理、历史关系，其实都是佛教。如果我们今天不特别将中国两个字挂了上去，佛教它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就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啊，如果藏传佛教不要将藏传这两个字挂了上去的话，能够代表这个佛教是西藏运传的嘛？所以佛教到至今一样是有分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啊、圆显佛教和部派佛教，但是呢，每一个类别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所修持的精神思想都是一样的。好，多谢师傅。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9月17号7点半夜晚7点半即是星期六，我们就有一个法学讲座。我们很荣幸请到永汉法师为我们讲地藏菩萨的管理法，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一起来聆听。详情想知道我们 Zoom 的号码和我们的密码呢，就可以查询我们网址。同时呢，9月25号呢，我们就会有大悲忏法会，是庆祝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个法会就是朝早上9点半，同一日9月25号晏昼2点半呢，就是有个佛光宝宝祝福礼的。因为我们是适逢观音出家日，小朋友呢就跟他庆祝下一个佛光宝宝的祝福礼。请问师傅有没有其他有补充呢？咁啊，满地口华严寺嘅秋季课程又开啦，喺9月25号有太极班，咁10月13号禅修班、八堂课就开始噶啦。咁如果有兴趣学习咧，可以报名嘅，网上面就有高高方，大家可以填写。咁啊，呢个课程就喺线上嘅。咁啊，10月15号就有一个学佛行仪啦。咁要讲一啲喺学佛上面嘅规矩啊，同埋点样礼佛三拜啊。如果刚刚学佛的人其实是很适合参加这一堂课的。另外10月15号都有一个素描寺院，就是学素描。如果你想增加自己的气质，又或者对画画多一点敏感度，基础其实来自学习素描。10月11号还有一个高僧传，这个高僧传就是讲我们历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行仪啊，还有他们为什么会在佛道上面有所成就。以上呢，这些就是我们开的课了。多谢师傅，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ibpsmtl.org。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打我们的查询电话，是5147212882。节目尾声，我们会送一首人间姻缘给大家听的，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我愿做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也做一只画笔，才会世界增添美丽。我愿做一盏路灯，照破黑暗，指引光明。我愿做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庇荫路人。我愿做一本书籍，展现。
找破黑暗，指引光明。我愿做一棵大树，只换野猫引路人。燃烧自己，照亮。